就是迪士尼，超级兴奋，很期待。期待吗？期待吗？超期待，是不是？而且我跟你讲哦，我们今天是很早就起床，几乎没有赖床。对，而且我们就是是全员里面最早下楼的人。真的有吓到哎、欸，因为我们本来以为呢，就是我们已经算是爱拖的了，但是没想到我们居然第一个下来，而且我们还想说，哎、欸，其他人难道是去那个 Lawson 吗？没有，大家都还在房间。对，但是我们今天是第一次，然后这一次呢，就是听说好像我们来的第一天刚好就是迪士尼的升旗啊，所以当然一定要有我的最幸运的吧？没有错，对啊，现在身上穿的这一件就感觉虽然有点像牛仔，可是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今天是要去迪士尼的。所以我们觉得任何的 dress code 都合理。第三位小花，小花，嗨，那是孔尼基哇，孔尼基哇，好吗？结拜不啊？你现在要去哪里？我现在去台湾一个的 Family Mart。OK， Family Mart。没错。好，怎么样？有东西早餐啊？因为我老板睡觉啦，刚想打电话给他说，哎、欸，你起床没？他说，哦，再等我五分钟。OK OK， 他真的再睡五分钟。对，真的再睡五分钟了，太炸跳了、欸。好吧，那你先去买吧。好，我们等一下就迪士尼，迪士尼，迪士尼，迪士尼。Konnichiwa， Konnichiwa。哇，你们买什么？买早餐。热狗。哦。亚塞德斯。OK OK， 热狗，按、啊、你谁？哎、欸，你。刚刚有买可乐。吃多多哦。OK 哦。因为等下没有得吃啊。想说要不要考检测去？这就是我想要听到的答案。因为我算了一下，叫 Uber 好像一个人一台车大概7200吧。可以啊。是三个人。可以啊。我可以哦。要那个坐那个地铁过去要45分钟，包括很久。好，那是坐电车才25分钟。哎，好，那我要去 Family Mart 了。老板。对。老板，你迟到，披萨的，耶 ，Let's go。老板，为什么迟到？为什么会迟到？喂喂，为什么迟到了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好像看闹钟自己把它按掉。睡到几点起床？就是刚才5分钟前。什么？按怎么？你弄很快、欸。男生呢？哦，刷牙洗脸就好了。老板请客，耶、yeah! ！全家。钱超多的。真假的？对啊。刚老板请吃的，对，饭团跟 tomato， 很把我的歉意，我觉得这样就够了，就走这样子，我以为还有更多，我没有，还想怎么样？我五分钟迟到，干嘛啦？耶、yeah ，怎样？想说嫌烦，不是想说不用工作了？哎，你该不会生气吧？你现在不是在工作吗？到哦对，拍片对我来说比较像是一个生活记录，没有错。很会讲话、欸，你的帽子很好看哎、欸。啊，拜托。你新买的、哦？他昨天去看到一个 L 号，欸、大到不行，大到一个不行的，我头已经够大，大到不行。然后嘞，后来看到一个 S 号的，小到一个不行，然后我就说，拜托姐给我一个 medium 的。啊，有吗？有吗？有。后来他就拿那个各种赛事，然后直接说：“来，你要哪一个？”好可爱哦！有一样、欸，很日很日哦。2、3，耶、各位乡亲，时代大家好，赶紧帮阿元按一个订阅，谢谢大家。羡慕，想要当你的好朋友，因为你家好有钱哦。哦，没有，不是，是我们最有钱，华特迪士尼。你眼睛是第一次来迪士尼吗？我第二次。我很爱你爸爸，你看我还有带着迪士尼的。哦，你也真的是哦 ，VIP。Yeah， 我进来了。我跟你们说，里面真的是超级多人的。哦，好可爱哦，超级多的。
对啊。老板看一下，哇，卡哇伊，卡哇伊，超级多的跳跳虎、毛冠，还有大岩赞。呀、yeah ，完完蛋了，人太多了，人太多了。对啊，所以小时候我们先进去玩好了。我也是可以先玩的哦。对哦，完全。反正自装部分，因为我们就蛮美的了，所以不需要再自装再增加我们的美丽。而且我觉得我们走在里面，其实算是蛮显眼的。对啊，拜托，谁？真的，真的，对，我们是 Super 三，我们是小朋友来的 Super 三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日本的 Disney， 对 ，Disney 就是大家小心一点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们也是跳过一次。哇，哦，耶！但是我们现在要第一个玩的是玩具总动员。还90分钟，对不对？还90分钟。现在那个迪士尼没有在抽卡了，是可以线上预约。可是有时候他不给，有时候台湾有那个预约时间，然后有时候不给预约吗？对对对，所以我们想说，我们就现在排队好了，毕竟都在试。也是。So pretty， beautiful， beautiful， 哇！这是回家的感觉，这是回家的感觉。Christmas 哎。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迪士尼的圣诞节主题的活动。我们今天是高桥第一天，第一天，没错。这个游戏爸爸有看到我们认真吗？第一天开园，我们就马上来了。America， 对。Oh my god， yeah， 太棒了，这个 everywhere。Oh my god， 很多人在排队。而且我们刚刚都还没有消费哦。对啊，因为消费券是零的。刚刚我们决定就是花钱，对，买快速通关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不需要这边排队了。对，不然整个真的是排超级久的哎，而且每个差不多90、120。Oh my god， 很花时间。真的，这是很红哎，我觉得我们今天算很早出门了。真的，一进来之后人还是超级爆炸多，就想上冰哎，大家真的要早点来哎，想上冰哎。是米奇的吗？对啊，啊，没错，好，可以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耶，来了，阿斯吗？好。不能这样。好可爱哦，可爱。好可爱。好酷哦，这个饼干是软的，里面是牛奶冰淇淋。好，小硬，好吃吗？好喝哎、欸，好吃，而且味道很甜。嗯，在迪士尼什么都好吃。真的，350哎，350大概49、36，80几块。OK 啦，80几块可以买个幸福。记得在念书的时候，到年底通常都是大家送礼物的传情好时机，但是又很担心，如果要把礼物交到对方手上会很害羞，那应该要怎么办呢？现在教你一个方法，爱邮箱现场上到箱。现在只需要爱邮箱现场香到香服务，就可以寄送将您想要的包裹送达到对方附近的爱邮箱。现在教大家怎么操作吧。第一点，免预先填写托运单，将包裹悉至任一个爱邮箱即可现场寄送。第二，在爱邮箱界面点选香到香寄件。第三点，选择现场香到香。第四点，点选对方可以领取的邮件县市及地区，并点选 i 邮箱据点。第五，输入寄件收件人的手机号码，并列印托运单。第六，贴上托运单，选择储格大小。第七，选择支付方式并支付邮资。第八点，最后按下完成寄件，列印寄件人存根联即可完成程序。寄件也是超级方便，对方只要收到简讯之后，再到这里点选领取邮件，同意，并输入手机的末三码以及6位数的取件码即可取件，超级方便也超级简单哦。中华邮政呢有2400座的 i 邮箱，而且是24小时全年无休，隐私性方便性都超级高，取件寄件都不用排队，而且还可以无现金支付哦。现场香到香寄件，无需事先填写托运单就可以轻松寄件，超级方便，赞啦！我们现在来排序
棒。听说就是这个游乐设施呢，就是是这里面就是三大排队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先来玩这个，看起来有点恐怖。现在大家都在玩手机，因为这是排很久，排九九。我记得它不是有四五台，我记得好像是有只有三台。好厉害哦，他们就是都可以这样子笑笑的，那可以讲一百万次。就是玩这个，这真的是最安。哎，刚刚那个真的是超好玩的哎，而且你刚刚还碰到我头，最难互撞哦，我真的是超痛。而且重点是刚刚那个的好玩程度，我觉得就是时间太短暂了，真的有点短，我觉得太短暂。对啊，它就有点像自由落体的感觉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剧情，反正我觉得是超级好玩。推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回去玩那个玩具总动员。不要反应，它里面没有办法拍，所以我就只够用这个描述的让你们知道。但是这个就我觉得真的超值得玩的，太美了！玩具总动员，现在才刚过不到半小时吧？好像是过了蛮久，因为现在已经10:20。OK， 真的是。真的忘记了，真的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这样有点太受欢迎了。真的，像那么前想以后剩下人数，那像副馆长说，就是可能要管家。对，对我们现在人数也太多，请帮我们派别通道。对，有没有通道？有没有通道？因为有花钱，所以我们可以不用排队入场，耶！好可爱哦。哇哦！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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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他们在点餐，来吃这个 cheese bread sandwich， 看一下喝什么，这是谁喝的？感觉很好喝啊！还有这边超丰富，这个汉堡，嗯，冰冰的 ，OK， 薯条，花了，因为你是 flower， you are flower， 好可爱哦！哇，
上特别的明显，白天还觉得还好。这个东西呢，就是《玩具总动员》那个小猪的杯子，但是他现在把它封起来了。OK， 买这几样。这什么？吊饰啊。OK。看来他的头套啊，有看到。头套。毛怪的。你是为了要找这个，所以你在那边找很久吗？没有，其实因为这是我们想到园区里面有没有其他的。哦。就是这个娃娃，其他的穿搭。Okay。 这明明好像都裸体耶，这样。侦探娃娃，这是萱萱的吗？对，萱萱的。元気ケーキはいかが？お日のために僕は本当に頑張ったんだ。哇哦，我们在 Disneyland 最后一个游乐设施，恐怖的哦，
小花期待吗？期待，我好期待哦。Yeah. 但是我们还要排到楼上，我们现在在楼下而已，还有楼上。找这东西。